群动物朋友组成的冒险小队，在美丽和善的鸭鸭港小镇展开一连串异想天开的冒险。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，面对邻居朋友们发生各种有趣探险、互相帮助的成长故事。7月1号至7月19号，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播出，敬请锁定原视频道《鸭鸭港大冒险》。